真不该让大燕子去叫人，这下玉里都知道了。玉里不都是你兄弟吗？当差吃饭，当差能当出46根金条啊？32根。人多嘴杂的。哥，哥，人叫来了。我这一掌真当到头了。不当就不当。明儿把巴青放出来，咱好好过日子。好是好，但是得有命过。哥。来了多少人？10来个吧。嗯，行，多揉点面，去街上买点酒和菜，让弟兄们在这吃。啊？你去哪儿？槐花胡同。还去？田丹没丢。我好像丢点什么，我去找找。那我衣服也换好了。十几个兄弟等着支应呢。我。我支应了。哥，你这丢啥了你？我去了。大伙儿进院里吃点喝点，都进去，别杵胡同里。先进院。你去我屋里等。哎，老大，我等什么呀？等我回来。其实怕，看着不大，其实大。真去你家呀？住我们家最踏实，我爸镇宅。也好，见过沈世超，星海也就不会再把我带回监狱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跟你一样有原则，同时他又有城府和变通，这两样你没有，放心吧。他喜欢什么？嗯。你爸爸喜欢听好话。什么样的好话？夸他没用，我爸下人出身，没来由他，他当反话听。爱说北平老事，爱听京戏。没想什么，就想走慢点儿。这4年也没陪你走过大街，走过几回？晚上没走过。你找沈先生干嘛呀？天丹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空手上门好不好？啊，这大晚上的，要不我回家去找点东西。算了。啊，哎，别呀，要不这样，我回家。我有事儿呢。到了，你们都回吧。帅，我们哥几个刚说了，今儿先不回了。
等一会儿收车的伙计回来再换，反正咱门口得老有人。行吧。哎，大哥，我呢？进来吧。爸，爸，没在。我估计跟关老爷子出去了吧。去后边看。徐叔，徐叔，东厢西厢耳房，照壁，山漆砖雕，坐南朝北二进院子，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啊！这么大天棚，这跟别家不一样。我们家开车行的，伙计多。我能上那里头看看吗？这关老爷子住的。没人吗？大哥，过人哪就这样？哪样啊？这哪像刚从狱里跑出来的呀？瞅哪儿都新鲜，玩来了吧？这，你偷回来北平不新鲜？我没偷回来，我生下来就挨这儿。赶紧买吃的去，我爸不在，没人做。哎，话说起来，冯家二老爷，那我媳妇儿正经八板的格格，以前的王府就在后海边上。那推开门之后就是银锭桥，烟京八角就在眼巴前，是吧，媳妇儿？跟王府住多久啊？没多久。哎呀，我一天也没住过，王府还了得？不太记事儿，就跟我爸搬到朱市口了，朱市口长大的。那也是格格呀。说怎么样？洋的，上回来这儿喝过一次，倍儿地道。什么时候喝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媳妇儿，哎，哎呀，我们两口子啊，敬你们二位一杯。老爷，冯先生，以前的那些不咸不淡的事儿，打今儿起就全算过去了。从今往后，咱就是一伙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来，我们俩先干了。你那俩兄弟怎么办啊？兄弟归兄弟，朋友朋友吧。你以为我们是朋友了？啊！说点小弟这话说的，我底儿您全知道，您的底儿。我知道，我也知道，但我全忘了呀。这咱还不算朋友啊。今儿之所以带着媳妇儿一块过来，主要是让媳妇儿心里踏实点，省得她一天到晚老担心你又要杀人。说白了，那是人家落件儿，不然也不能跟咱们坐一块儿。那天一嘴巴还记着呢，我都过去了。你抽的，我挨的，我当然记着了，还真来劲。哎，媳妇儿，嗯，怎么回事啊？刚不是喝酒都说忘了过去了吗？是不是？前阵子柳爷还说的要把这小妞儿送咱俩。是吧，柳爷？要不带你媳妇上楼转转？行啊，转转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要
坐下聊两句话。转转，去转转吧。嗯，看，不好。你刚才说知道的都忘了，其实不用忘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什么人，我很清楚。不是你为什么老不相信我？我从来只相信自己。他干什么要用我呢？魏天丹。那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他呗。谢谢他让我当上处长。为什么没杀他？天丹啊，怎么没杀呀？谁说的？不是冯先生，我真朝他胸口开了一枪。您要是觉得不解气，我再开一枪。反正现在我当处长也方便了。无所谓了。不是您别无所谓啊，这无所谓说的齁瘆人呢。再说什么叫无所谓啊？沈世昌要投共，你呢？您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我明天走。不回北平了？对。不是，那我怎么办啊？与我无关。说的什么话呀？北平要合了归共产党呗？可以问沈世昌，他比我知道。我不想掺和你们那些事儿。这北平就算丢了，党国也照样能打得回来，战略收缩而已。那想当年都撤到重庆去了，是不是？格格出身，没见过这些东西啊？没见过，但不稀罕。这房还没王府一丫鬟住的大吧？我没住过王府。别不好意思，我偏房生的，知道心里想啥呢。我想啥了？你心里想着，跟着铁林这么个窝囊废，不知道哪朝哪代才能住上这房，用台上那些东西，挨一嘴巴一辈子得咽肚子里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我心情还行。本来打算给你们脸的，是你不知上下多那么一嘴。我落架了是吧？落架了，个头也比鸡大。说什么呢你？小声点儿。急了，你看铁林脸冲谁？别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了。冯先生，您跟柳爷，您俩都树大根深的，那走哪儿都好啊。我倒是跟着你们一走，那我不又什么都无视了吗？你跟着我们走。我想多了是吧？铁林，你虽然救了我，但依然什么都不是。我总得是个傻吧。我是个坏人，你是个小人。话别说这么刻薄了，人不是还没走呢吗？
说不定明天又有事儿求我呢。不会再有了。幽谷和柴小贝，你得到处长了。处长救你命了。铁林，咱们走。铁林，你媳妇看一圈房受刺激了。而这小楼，我们俩什么时候能住上？我高兴就能。听见了，媳妇儿。再坐会儿啊。坐会儿呗。哎，娶个格格够福气的呀。那是，肯定是福气啊。白天陪老丈人飘飘戏，晚上回到家里把我伺候好好的，是吧？晚上怎么伺候我不知道。唱两句来听听。想听我媳妇唱戏啊？没听过格格唱戏。骑着下海票戏那才叫落架呢。唱一个。一高兴，明儿也许这小楼就归你了。咱们唱一段吧，会儿。这小楼，我挺喜欢的。唱两句。你们不嫌难听啊？不嫌啊。就两句。就两句。换一楼，就唱两句。那我也不唱。老娘是格格，落架不落脾气。铁林，走啊。萍萍啊，来收拾一下，给人还回去。哎，别不开心了。没有。从明儿起，党国。我爸、何谈、田丹全不在了，咱们也过点清闲日子。好。北平最后一宿睡楼上吧。好。上不上来呀？不是挺高兴的，干嘛又弄成这样？高兴吗？哎，能不能上来再说呀？一顿饭的功夫，你眼睛看哪儿呢？我看他怎么了？他能把我怎么着啊？不要脸，合着你要劲都往他身上撒？
不是媳妇儿，我当处长了，你高兴点行吗？唱两段你更高兴。你以为我乐意啊？一帮过河拆桥的孙子。我看你乐意的很。关宝慧，在外边他们家给我气受，回家了你也给我气受是吧？我容易吧我？我好不容易从一组员我混成处长了，北平又要和了，我瞎折腾一通，你到头来不乐意了，我图什么呀我？你还不如当个组员呢。今儿在你面前当孙子是吧？那也比挨别人嘴巴强。装孙子，你别大嘴巴往我脸上抽。就这点面了，还有面吗？这不够啊！我，你怎么那么能吃啊？我胃大。味道咋样？再给你下去。容易吧？回去吧。站半天了还这句，都来了，我跟你一起。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也接不上话，也个眼力劲儿了，你进去干嘛去？真是田丹让你来的？我自己来的。刚还说田丹让你来的。赶紧回去吧，我说两句我就回去了。啊，兄弟们等着我。田丹光顾着拿照片，落了两瓶药，我给他送去。去。看你进去。是那院吗？都是好事。嗯。要不是这些事儿，
你能跟我说那些提起话吗？先生，金先生来了，在客厅。谁啊？青石仙玉金海。什么事儿？没说。让他等会儿。别麻烦了，我一会儿就走。沈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有急事儿？私事儿，说。昨儿和今儿没掰开时间，您的金条我收到了，来给您补一借条。你来就是为这个？就这事儿。当面补一借条，我心里踏实。金条要回来，马上给您送来。我跟你说过了，那是画钱嘛。展根儿，你没人跟人说？说了。这画根本不值这46根金条了。情谊比金子更贵重。那更得白纸黑字。我这是心中。好吧，那来吧。哎。你说怎么写？您写，我签字摁手印儿。46根16两足金，数得对。我看算了吧，不如吃点东西。沈先生，您就当救和我了。我这无功不受禄的。我也有事儿求你啊，要看好田丹呢。狱长分内之事。那真写了，真写。有印泥吗？张根儿，到里面找找。哎。沈先生。冯清波埋了。为什么问这个？
明儿我去玉里，这事儿我能跟田丹说吗？为什么要跟他说？我跟他说过，您让我关照他。田丹他爸是冯清波杀的，给他报仇了，这是好事儿啊。还是不说为好。这样可以吗？哎，有借有欠有数。哎，齐活，那我签个字啊。这回踏实了。先生，齐太太没睡，问客人要不要吃东西。吃点什么？也行。啊，请。喝茶。哎。沈先生，有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问。问嘛。狱里终归不如家里太平。您为什么不让我把田丹送到家里来呢？您这院子谁敢来找啊？田丹在狱里还好吗？我给他换了个牢房，早些年关秦王的。啊，我有我的考量。他还是留在狱里吧。您的考虑，我能知道吗？这你就不用知道了。田丹知道吗？我估摸着他也不知道您怎么想的。前几天着急给您打电话呢，见不着您慌，要不让他给您打一个。干什么？送吃的。不情愿就不要送。当着客人，手脚这么重。中午联络处那个电话没接到，你跟我有轻有重，有好脸色了？你们几个自己说话顾不上。出去。沈先生，借条您收好，我先走。哎，汤圆还没吃呢。来，坐吧，坐吧。哦。甜的咸的？太太南方人，甜的。金孩儿，沈先生，你来就是要补借条吗？问你呢，有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提。我们之间什么事儿都可以提。
这党要是来了，还让不让我做京师监狱的狱长？您要是真看得起我，就把我当鱼让。关门，我都不敢走。好，你慢走了。过来坐。跟了您十多年，头回挨您家喝酒。您是我老大，您就直说。我是这么琢磨的，您看对不对？这田丹跑了，咱没抓着，让兄弟们都对对嘴，别说差了。田丹都跑了，没抓着，还能差到哪儿去？那您说，田丹还在狱里，没有跑的事儿。行，你出来的时候是十七呢，没见着，应该还在狱里。嗯，关田丹的牢房这两天，谁都不许去查。除了你和十七，明白。我这就跟兄弟们交代，白嘴也都闭严实了。来喝一个。真有一天，我不当这狱长了。
也来家串串门。不是您不当谁当啊？别人谁来，兄弟们也不能服啊。真来个新的狱长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别抻头冒尖儿。您这是拿话试我？这么些年了，老大不是白叫的。京师监狱要换狱长了，别人我不知道，我华子第一个抻头冒尖儿，那大不了兄弟们都不干了。有你这份心，干不干都应当的。来，再喝一杯。明儿你休班吗？啊，我不休也行，休着。明儿早上二勇带四个人过来。得，叫我了。您踏踏实实的。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十月是最好的。从西北来，叶子向南去，就算是陌生人也亲近。世事啊，洪流，我怎么不记得你是怎么？是梦。